今年的赛事的特色啊，除了是新的球场、新的布置之外，啊，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会带领台湾18个最著名的插画家呢，啊，让他们的作品呢，能够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跟媒体朋友见面，而且呢，配合插画家的作品，我们也做了，盖满18栋，啊，插画家的印章，我们就可以领到奖品的啊一个活动。昨天傍晚，有一个很令人意外的讯息呢，就是我们这个说什么什么号，普悠玛号这个列车呢翻覆啊，那也造成了我们社会蛮大的一个意外。我本人呢在这里呢代表我们主办方向所有媒体啊说明，我们希望呢这一次所有 LPGA 台湾锦标赛入场的门票啊，在扣除啊一些基本的行政费用之后呢，我们全数呢捐给啊这一次受到意外伤害的啊这些同胞好朋友们啊，希望他能够在我们绵薄的支持之下呢，能够更有支持的度过这个难关。今天我仅代表桃园市郑市长及桃园市政府，非常荣幸参加我们非常难得这个全世界都可以170个国家转播的这个2018年啊金牌摇摇 LPGA 台湾赛事的一个这个运动员的见面会。Enjoy the week, enjoy the game. At your right hand side, your right hand, right here. 副市长，我们一起看一下右边的镜头，谢谢。请王会长一起加入这一个合影留念的镜头。At your right hand side, and also the left hand camera on the left hand side, 左边的镜头。Can we wave on? Okay, wave to the camera on the back.작년에제가여기서우승을한기쁨밖에기억이안나는것같은데8년만에또우승을해서굉장히또뜻깊은저한테또뜻깊은해였던것같아요因为去年的冠军是对我来说是8年来的就是一次冠军这样，所以就是除了感动以外，就是除了开心以外，就是还有非常非常感动。对，我觉得 LPGA 能够办在台湾真的是有太多人太多人，尤其是王会长很热情很热心的努力之下才有这样子的比赛，然后能够回来到台湾比赛，然后有这样的规模，这样的媒体还有观众出来，是自己非常荣幸。然后我也不想说什么自己是什么一姐不一姐，但是就是台湾的选手大家加油，然后看可不可以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出来。일단은10주동안계속세계랭킹1위를유지하고있는데굉장히저자신으로서자랑스럽다고생각을하고요매대회가정말즐겁게플레이하고있고부담이조금되는건사실이지만은그부담감을이겨내려고노력하고있습니다身为世界第一位的选手10周以来就是我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还是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去专注在每一场的比赛，然后很享受，很尽全力地去比每一场比赛。那当然一定会有一定的负担感，但是这个是我认为我需要去克服的地方。那我也希望就是专注在比赛场上，那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I would say my game probably hasn't really changed, but for sure I'm walking out on the course every week with a lot more confidence.And the only thing that I would say has really changed is just how busy everything has been since my win. But it's been a good and fun busy. 这问题是今年那个Lindbergh 他拿下他个人第一场四大赛冠军，在 ANA Inspiration 这个比赛。那问说他有什么对他这个大赛冠军对他来讲有什么改变？那他说其实没有改变很多，但是他
他的整本身的那个打法没有改变很多，但是他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不管在球场上或是下了球场，他都会更有信心。那其他另外就是他觉得就是当然是更忙碌了，那他觉得这是最主要的改变。那希望这一次能够回到台湾，然后打到冠军，然后增加自己多一点的信心。8년 만에 우승을 하고 나서 자신감이 많이 붙었던 것 같아요. 그래서 그때 당시에 스윙을 많이 바꿨었는데 이번 오프시즌 때 좀 연습을 좀 더 열심히 했던 것 같아요. 그런 자신감도 있고 또 더 잘하고 싶어서 그랬던 것 같은데 또 열심히 한 만큼 올 초에 다시 또 우승을 하게 돼서 또 그만큼 보상을 받았다고 생각하고 아직도 계속 열심히 하고 있어요. 네. 那自从去年就是在台湾得到了冠军之后，就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自信心提升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因为其实这段时间就是在技术上面其实一直不断的有去做改变，然后跟就是尝试。那因为自信心，那也让我在就是高尔夫的练习上面有更好的动力，更加的就是想要去努力再去练习，然后去训练。那也就是在今年初的比赛让我觉得就是我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代价，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动力会不断的就是促使我就是努力的在球场上继续打拼。 Wonderful. To the right, look to the right please, thank you. And back to the middle.